河水面上啊，最近水母大爆发，大大小小的水母就在水中游动，也形成了水母共舞的奇景，这让游客惊呼连连。这画面看起来还相当的疗愈。这是在靠近安平区的游艇码头一带呢，水母密密麻麻的清晰可见，也让游运河的这个游客看到是惊呼连连。曾经有会有这个水母大爆发的奇景呢，这可能跟台南运河的水质改善。 以及气候有关，而这种水母叫做端边水母，是属于亚热带的水母，要在水质干净的水域才能够生存。不过，也特别提醒民众，其实水母具有唯独性，还是用眼睛观赏就好。